超劲爆！这个气氛很不寻常啊，我看根本就像一对新婚夫妻嘛。被我逮到了，卞慧一。如果被逮到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天哪，他该不会要跟我结婚吧？把厂商名单全部整理好，拿过来，马上！为什么这样欺负人呢？你学生时代好像会霸凌人。他对我不好这件事，为什么安演员要觉得可恶呢？你到底什么事对我这么不满？你是为了报仇才来我们家的吧？请把我调到其他组去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爸爸好奇怪》。